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去滚蛋，你怎么还没死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古多，现在全城都是通缉你的告示，你跑不掉的。没有你，我跑个什么劲儿啊？你跑不掉的，好人来也不会放过你的。那个窝囊废来了最好。 再跑一趟，免得我再跑一趟。你离我远点儿！少东家，情况怎么样了？还是没找到，你确定没看错？我确定没有，那苏婉儿确实是去了张家乡。没关系，只要这个古多还躲在苏州城里。 我就能把他翻出来。婉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古多，你疯了吧？闭上你的臭嘴！姓古的，你出去原来是为了干这个？都这个时候，你还把他招过来，你想不想活命啊？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古爷的事？别坏我的好心情，滚出去！把门关上。 全城都在抓你，你还敢胡来？是啊，二小姐，外面那么危险，我都要把你请回来。可见我古多对你是一片痴心。别说这些恶心的话。你怎么会觉得恶心呢？你应该高兴才是。我那么拼命的坐上侦缉队长，不就是为了向你证明我是一个可靠的男人吗？我呸！侦缉队长，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。 还有脸在这洋洋得意？陈如月，别以为我爱你，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！放开我！我找你们侦缉队的郝队长。我们郝队长不在。 可是我有急事儿啊！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？除了不在局里，快走！那能不能麻烦你告诉下你们郝队长，他老婆陈如玉被古多给抓走了，他要是再不去救他，他一定会后悔的。怎么这么多废话呀？再不动我就把你抓起来了！哎，你说什么？陈如玉让古多给抓走了，你再不去就晚了。古多在哪儿？张家巷。张家巷，多少号？ 张家巷三十一号，那是古多瞒着朱立文抢的私宅，万一是不知道，哎，你快点呀！你再晚的话，陈瑞玉就是古多的人了。放开我！放开！啊啊啊！你恶心！ 事儿多了去了，这算个什么呀？我古多今天就把话撂这儿，珍珠塔有定了，你我也有定了。你痴心妄想！是，我是不知道珍珠塔在哪儿，你不就已经在我手上了吗？ 只要你告诉我珍珠塔的下落，等我拿到珍珠塔，我就立刻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，过咱们的小日子，远走高飞。你做梦！我死也不会跟你在一块儿的。你就这么看不上我？你帮着日本人害死了那么多中国人，你害死我吧！我恨不得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啊啊！我能埋你！你要杀了我！啊！
你要杀了我？好，我成全你，我成全你。你要杀死我，你要杀死我。如月，如月，如月，醒醒，醒醒，如月！我这就带你走，我这就带你走。王老板，够可以的呀，连这儿都能找到。把枪放下。你以为你能躲哪儿去？这里是苏州。方圆，虚门、木渎的大案都是你干的吗？北野玉昭也是你杀的，对不对？共党分子。别跟我扯这些废话，赶紧把如玉给我放了。左梦，如玉是我的如玉，要死也得死我手里。最后一遍，把人给我放了。哎呀，好害怕呀。信不信你敢动一下，我立刻打死如玉。找死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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